老爷他们还没回来。这钱你帮我保管好啊！爸，从哪搞的？老爷的社保工资涨了100，涨到目前还不知道。其实我早知道了。放心，我一定把钱发了。门上的怎么要那么久啊？这不是给你买安心小屋了吗？走吧，走吧，回家。老板，您先上楼，我去停车。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我有东西落车上了。我这台凯迪拉克 XT6 一共有25个储物空间，您慢慢找。你要这100块干什么？我们来一招引蛇出洞，到时候这钱都能直接在车上找到，看看老爷什么想法。我找到了，交出来吧。要把钱藏车里？不行，太危险了。不过我们可以装成藏车的。我有东西落车了，这不给你买开心头去了吗？